每天早上8:30，在广东连江市河川火车站外，都会聚集少则十几位，多则几十位蛋蛋军。他们将水果从河川挑到广西各处售卖，赚取水果时令不同产生的差价。他们基本年过半百，还有不少已是银发族。近日，中新社记者就跟71岁的蛋蛋军吴金莲登上9点的火车，前往广西玉林市销售荔枝。早上8:10，吴金莲骑电瓶车抵达车站，在同伴的帮助下，将两筐满满的荔枝搬下车。几点起来就准备这个东西了？4点多。4点多，有时候4点，有时候1点。因身体已挑不动这么重的担子，近两年吴金莲准备了一个平板车，专门用在广东和广西之间卖果。阿婶，你买准备了什么水果过去？都是现在都是荔枝，然后就是石榴、杨桃。哦，哪个最好卖？拿去玉林。好卖吗？一般般呢。准备了多少斤？我不知道啊，摘了满就好了，也没称过。没有称过。大概有90左右斤吧。一般每天都卖得完吗？卖完。一般每天都能卖得完。卖完。然后你多少点回来？现在都很晚，要回到良江都是要10点钟都还没回到河村。有时候我昨天晚上我10点20分才回到河村。那吃饭呢？吃饭几点才吃？11点才吃啊。当天上午9:18，火车停靠河川站，停留时间只有3分钟。吴金莲在同伴的帮助下，艰难地将水果搬上车，然后找空位坐下。像这样每天跨省卖果的日子，吴金莲一过就是26年。都是97年就差不多天天都要来了，是这样的。97年就开始拼命地干了。10:46，火车到达玉林站，蛋蛋军迅速下车将水果拉出站外。身体单薄的吴金莲选择在火车站前不远处的丁字路口摆卖，其他蛋蛋军则花10几元钱坐上摩托车到更远的地方摆卖。在他们眼里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们坐11块钱的车，那摩托车他们就开车了。公交车2万几，时间。公交车2万几呢？好几个时间有问题啊！你去到那，佢等来等去，差不多成个钟头，那么去到，人家嗰度卖好多咯，系嘛？时间就金钱。由于水果品质好又新鲜，当地民众喜欢跟吴金莲买果。他从家里带来了粥，忙了一阵子后就蹲在摊位边吃午餐。当天15时，吴金莲已卖完2筐水果，随后就可以乘车回家。吴金莲介绍，荔枝是自家种的，成本没算过，但如果按照河川4元进货，玉林6元售出，差价2元计算，除去车费和进货成本，他每天能赚到200元。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湛江站派出所副所长莫报天介绍，蛋蛋军大多是年过半百的女性，已很久没有新人加入这个队伍。由于停靠河川的客车越来越少，加上现在可以通过电商和直播带货卖果，蛋蛋军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或将渐渐消失。